哎，八月那号，哦，你是哦，你好，你辛苦了。这是这什么？这个看到了吗？哦哦，好好好。哇，这是您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吧？应该。现在是十五。哦。这个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什么时候的？ 你跟你爷爷奶奶打发你的嫁妆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那个头冠吧，对吧？结婚时候用的那个头冠，对不？对不对？这个鸟哥就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就是跟你老头子两人一人一个，对吧？哦，对，鸟哥就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鸟哥打发给你们的啊，好，就是。 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，那个现在也有五六十年了吧？应该，您应该也70来岁了吧？80多岁了。您80多了啊？看不出来啊，80多了。啊，这个可以做全家保啊！您这个要卖还是怎么了？这个要卖，对不对？是要卖给我。哦，我先看一下，这东西很漂亮啊！哎呀。 那您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了，是吧？家里面写的打发这个东西，这个是马，都是银子的吧？啊，都是银子的啊。这个工艺是可以，但是也。 这个地方有些可以，它是说弯了，可以八直。应该这个阿姨，这个能这个凤能凤冠的话，称之为龙凤，就是结婚的时候龙凤，龙凤冠啊，就是戴在头上面的，对吧？您这个，哎，没保存好嘞，有些东西都就是要这要把它八直才行。 看到没有？啊，都弯掉了哈，有些花都弯掉了。我把它修理正。这个是对，您没说错啊，这个是你们结婚时候的，一个。 戴在头上面的一个银饰，银饰，但是可能它的银还要不是轴银，应该是贵州那边的银子啊，应该是贵州那边的银子，应该是这样戴的是漂亮啊。好，行，这一个我看了，这一个也差不多啊，都上面这些东西工艺可以，因为它比较薄，这个应该做出来的花了蛮多的工。 我这要打开，这里面还有一颗珍珠，这个地方有颗珍珠，这里面还有一些珍珠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，这也，您应该是那个家里面条件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家以前是不是条件蛮好啊？哎呀，也是好，是好是吧？这应该是你家爷爷应该是当官的还是你怎么的了？ 哦，是应该这样当官的，所以就舍得送给你这个啊。觉得它的周根是特别的好啊，但是东西的话有好多叶子都掉了，又搬正一下，可能是他这个老人家没有整体没有收好啊，他有些东西呢，他都弯都要掰一下才正了。 这个撑也撑不了，我用手抓一下的话，应该有，哎呀，差不多有八两，差不多8两重啊，应该有1斤8重，有1斤8重啊。阿姨，你这个要卖的话要多少钱？你卖给我是不是？要卖给我还是，拿给我看一下？卖给你。卖给我要多少钱？你老人家要多少钱？ 这个要多少钱？你拿了，那我给你讲。随便我给多少钱？那不行的嘞，这个也是您的嫁妆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是头家那个头家妆或者少数民族以前。
以前家里面条件好一点才打发出这个东西了啊。然后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是属于汉族嘛，我们这边这样的东西是比较稀少的，也可能这个是贵州，你那个贵州那边的过来的啊。您这个鸟够给您6000块钱可以吧？6000好不好？给您3000块钱一个好吧？可以，3000块钱一个，6000块钱好不好？六千，行不行？成，可不可以？可以是吧？啊，您心甘情愿我才买你的啊。随便您说了，随便给点钱的话，那我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大概也有几，有8鸟中一个，然后按银子算的话，它只是可能含银量没有那么高，应该是贵州那边的银子，含银量没那么高的话就，就给您3000块钱一顶啊。这样鸟顶的，鸟顶帽子的话，一起给您6000块钱啊，好吧？好的，那我给您钱啊。来，钱6000块钱给您了，阿姨，感谢您了啊，6000块钱您收一下，祝您身体健康啊，谢谢哈。